从第一集《寂静生活》到现在，我们融入当地，关岛人的兴趣，我真的觉得也蛮厉害的。哇！跳水比较特别，是这个地方是观光客，他会来这边拍照，但他不知道其实那个楼梯是干什么用的。哎，其实很明显，你看观光客就在那里啊，对，在那里拍照，然后在地的知识在那里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是融入在地的生活，告诉你旅游是没有的东西。炸肺，我等下下去应该爆炸大。你等下，我以为你要说我现在去吃饭给他看。我想看你叫无水花，我想看你挑战你。对啊，你今天要挑战吗？不会游泳，各位。你看，欧辰在下面等你，然后俯拍，你等很久了，准备好了。他从昨天等到现在。对啊。我错了，谁在走？谁在走？你试着想想你的家庭。想想我就不想下去。妈妈好勇敢，对，有恐惧或有什么，面对他就对了。这样子下 ，OK， 对 ，OK， 真的很不错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哇哇哇哇！可以，你好棒！关岛的海怎么样？舒服吗？哇！我们了，哇！哇！影子打下，哇！哈哈哈哈！那我后空翻下好了。好，来喽。会不会我正面炸脸啊？自然玩家后空翻，难度系数2.8，空中转体3圈半。好痛的感觉哦！脸朝下，脸朝下，好痛！十下完战！太棒了，我是在地人。旅游书上面的活动啊！熟悉呀，昨天，你在干嘛呀？晒伤了，是啊。以前当兵的时候就知道找到我附近的东西，这样可以躲着。你有当过兵哦？12天呐，也是算有当，12天。来，昨天我们就去那个查莫洛夜市，在旁边。对，太好了。我现在带你们来这边是一个很有名的啤酒工厂，整个关岛呢只有3间啤酒工厂，但这一间是最有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他2间都只能喝啤酒，但这边有啤酒，有食物。重点，它的啤酒跟别人不一样。哦。不瞒大家说，我其实在家里面有一个兴趣就是自酿啤酒，所以对啤酒有一点小小的认知跟小小的这个兴趣。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兴趣啊？比如说年纪大了，没有什么朋友，在家里面只能找一些出逃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，不要讲年纪大这四个字。他朋友，你以为他朋友很多吗？他朋友真的很多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说，来到这边知道啤酒厂厉害，先闻味道。我们现在这个味道就是他把麦子抛过壳之后煮沸。你说我们现在闻？现在闻到的味道就是麦在煮沸变成糖化的味道，所以这有点像是煮沸的麦芽糖的味道。那这个过滤完之后，就是我们所喝到的生啤酒。那我刚才一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厉害的东西，它在墙壁上面有直接生啤倒出来，所以真的耶，直接连到这里来哦。就是完全是最新鲜的，最新鲜的啤酒，我们可以一次喝到很多很多口味，而且 IPA 啤酒有的时候重口到它的酒精浓度很高，有可能到9.7%。我那一杯就会有感觉，因为我原本以为就是喝酒一定要酒精浓度比较高的才会有感觉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喝下去之后就直接滋啦上去。啤酒分两种，一种是喝的是那种很热很爽，哦，精酿啤酒喝的是它的风味，你必须慢慢的尝。喝完啤酒，我是要退下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要退下。没有没有，退咖，退咖。Wow.
哎呦，哦，香顺口，而且这个鸳鸯它是会有香味，就像刚刚啤酒博士有讲嘛，精酿就是在于它每一个都有它特殊不同的风味，喝下去就特别过瘾。各位，我们正常来关岛，甄子瑜这次讲的最多震惊的话就这两句了。没还有老虎面包啦，老虎面包啦。哎，这是不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老虎面包？而且他们自己做的，我刚才以为是菠萝面包，就上面有像菠萝这样的形状。你根本刚刚讲龟壳花，龟壳花是我发现太扯，所以我说是菠萝面包吧。然后气话完全不理我。我其实觉得在国外就是这样的，人家的分量都比我们大好多。对呀、啊。我看到这个，我就整个人兴奋哦，满满的蛋白质啊，这是牛排很厚哎，它是碎牛肉，然后呢后面还有这个紫色的高丽菜，高丽菜哇，哦，是哦，还是腌制的，你试试看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，哇，你好大一口，它不需要加酱，它也没有给你酱，嗯，我也不需要芥酱，它的肉质本来就烟熏的很够味，然后呢，它的起司也是咸的起司，加上它炒过的这高丽菜，然后呢再来其实味道是非常足够的。那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喝啤酒，有的时候可能会糖分过高，你吃这种东西看起来好像很 heavy， 好像很重口，但其实它是清爽的。这个味道很足哎，而且它那紫高丽菜应该就能讲烟，有点烟，它就像德国猪脚旁边要配酸菜一样那种概念，对，它会让它整个解腻。可是你旁边那个薯片看起来超级好吃。那这就是罪恶的来源，这让我想到那个苏妈妈披萨的，苏妈妈披萨也会把马铃薯片切成这样子去炸，然后配合她的披萨跟她的炸鸡。因为小时候生日我妈都买那给我吃。真的哎，那拿带去学校很康哎，然后学校啊，这苏妈妈哦，很厉害哎。你真的关岛？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说让我勾起我的回忆啊。对对对，我前面有说勾起我的。但它这个厚度因为够厚，然后炸的够酥脆，所以吃起来很脆呀。哦，对，你喜欢脆脆的啦。脆脆的口感，哇哇，有没有？哇，好脆的，好脆啊！这个就是刚刚解说的辣跟酱，然后它，但是它看起来，我刚刚原本以为它是清汤，就是要直接配的，可是它不是，它其实是一个。蛮香蛮香的肉汁，然后里面有浓浓大对大蒜味，因为你那个面包会吸汁，对，这个就要加酱了。哦，可以喝吗？可以喝啊。对了，这边真的不错，有好吃的东西，好喝的啤酒，觉得很有来，好好聊聊天放松一下也蛮好的。你怎么又吃起来了？我觉得这好好吃。老板都非常大方，因为他就跟我们说，他们有 whisky 桶酿酒之外，也有用红酒桶酿酒，所以我们这个是很像红酒的啤酒，是限量中的限量。而且他说这个酒他已经在这个木桶里面从2021年摆到现在，一年半的时间，他就写在上面。对。它一开始进去有一个葡萄香，可是你喝到后面的时候变成是麦香跑出来，所以有点像是甜一点点的麦香红酒。懂啤酒的人一定要来关岛试试看，真的。懂啤酒的，懂啤酒的人一定要来关岛试试看，因为你们可能不会受到制作人的影响。